是求下列极限之值。我们先将分子展开 ，s 平方加4s 加4减4，所以加4减4消掉 s 跟 s 平方跟 4s 可以约分，所以变成 limit s 趋近于零 s 加4。当 s 趋近于零的时候，它的极限是4，答案选 A。